Hello，大家好，我现在在银行门口准备进去换汇。这个视频主要是分享给大家，就是如果要出去旅行或者出去留学之前，肯定要带一些现金嘛。那我今天去换一笔欧元，顺便给大家展示一下怎么在银行换汇的一个教程。我现在到这个中国银行的门口，然后准备进去预约一个换汇。大家需要提前一天来柜台跟工作人员预约你需要的面额和数额，建议大家大钞跟散钱都换一部分，方便我们出行使用。那么预约好之后，第二天我们就可以来银行领取我们的现钞啦。工作人员会让你在智能柜台这边先办理一个线上购汇。大家只需要跟随工作人员的安排，一步一步完成我们的线上购汇就可以了。一般会要我们先阅读一个购汇申请书，然后接下来大家填写自己所需要兑换的一个面额。那么接下来大家会拿到一个号码牌，拿着这个号码牌，我们去柜台等待工作人员帮我们提取现钞就可以了。那么在这个过程中，你也可以再次跟工作人员强调你所需要的面额，比如说几张50，几张100。那么最后拿到这笔现钞，工作人员会给你一个信封。那到这里，我们的购汇就彻底完成啦！喜欢就给我的视频点赞、关注加收藏吧。